外滩三号由联合保险公司在1916年委托建造，是上海市第一栋钢结构建筑，落座于上海最知名及优雅黄金地段上的一栋悠久历史建筑物，已蜕变为上海的崭新地标，汇聚美食、艺术、文化、音乐及时尚，既是激发生活灵感及引领现代时尚的新地标，亦是品味人士一致推崇的优雅社交及休闲场所。宋江阁是您此生所不容错过的，堪称世界最私密用餐之地。这里的四楼是法式餐厅，五楼是粤式餐厅，六楼是夜市餐厅，七楼则是露天餐厅。
对面是普通曼哈顿。那边是浦西淮海街。